活珠子。里边的汤特别有营养。平时有低血糖眩晕症的，气血不足的，呛了我一下，最适合它了，高营养。吃活珠子先喝汤，真是大补啊，太有营养了。一般生完孩子的女的都会有眩晕症啊，包括这个低血糖啊，气血不足啊，好多都有这种症状，高蛋白高营养。第一次是挑战，以后的话越吃越上瘾，不吃都会想，太好吃了。活动依然有哈，自己去下单，自己去拍。哇，一点都不想浪费。这个底座不要吃，这个底座稍微有点硬，它是它的胎盘有点硬，不好消化哈。有的也可以吃的哈。从这个大头敲哈。哇，啊，真的会上瘾啊。没尝试的可以挑战一下。